成熟食后根。我好中意食咖喱，其中日式咖喱就啱晒我呢啲食辣 B B 班，因为好多时就算佢哋写大辣都唔辣得去边。今次试呢包仲要系白土葡萄口味嘅咖喱，包装话佢哋用咗江山好出名嘅白土同提子。睇成分，排头位嘅真系土同埋提子，唔知食落系咸定甜嘅咧，好紧张啊！打开同一般即食咖喱一样，都系整热佢就食得啦。一倒出嚟就有啲失望，因为望落去同闻落去都同一般即食咖喱冇咩分别。撩下入边有冇生果先？我揾到几嚿鸡肉，仲有菇。咦？呢粒系咪提子嚟噶？冇错啊，佢系提子嚟噶，质地好淋好淋，好似俾人煲咗好捻耐咁。不过佢食落一啲提子味都冇，只系得阵咖喱味，仲要成包得一粒咁大把。我好认真咁揾过都揾唔到有土，就算好细心咁嗒落都 feel 唔到有任何土味或者提子味。日式咖喱不嬲都系偏甜，虽然呢包嘢话自己用咗土同埋提子，但系又唔觉佢特别甜过其他牌子。公平啲讲，用生果煮日式咖喱都唔系乜嘢新鲜事，不过咖喱味太浓烈，多数都只系食到咖喱味同咸味。呢包咖喱系几香嘅，香料味比好多即食日式咖喱重。入面啲鸡肉虽然同一般即食肉一样，质地又咸又干，但系都食到有鸡肉味，仲有啲菇都几大嚿。整体嚟讲都算系一包唔错嘅咖喱。不过追求土味或者提子味嘅话，都系去买只土或者买出提子把啦，嘻嘻。